他小时候跳正的，哇，真认真的，跳得起来吗？我要告死他，律师面前。史密斯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的话太夸张喽。像如果你都听不懂的话，那我们就赶快看下去喽。好吧。这是什么学校的？政大的。不同系。那什么系的？你们在笑什么？你们的系很特别吗？阿拉伯语，阿拉伯语。哎，秀一下。不要！不要！我想听个笑话。我不会。那你们小时候都看什么卡通？奇妙妙屋。土豆。德诺斯克的实验室好了。哦，飞哥与小冯。苹果，对，多少算吗？多少？那他在那样停下的时候，你会回答他问题？会。在哪里？然后你就问那里那边。会停30秒样。你们现在大学生之间都在流行什么用？哎，你很帅，哎，你很帅，直接从这个方面获得自信。你是真的很帅啊。对。还有别的吗？在读书嘛，怎么接触大家？都在读书，你都读什么语？你是在控制我吗？是不是有一个人讲什么很 Z， 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是很 Z， 我不知道。然后我们真的很常讲一个，就是啊，到底是，就是一句话前面一个啊，最后面一个是，就是啊，现在到底是之类的。啊，这样是，哎，一定要加一个是，然后是要拉长。阿力博士，你妈死了。听的。会讲到你。对啊。是在哈喽，是在哈喽。塑胶有听过吗？我有听过。你有听过？你也有听过？不就塑胶袋吗？塑胶。啊，是整形吗？塑胶吗？对。手机吗？是吗？就是都一直不回讯息，一直塑胶。啊，旋转。然后耍的团团转，讲话反复不已。哦，旋转啊！哎，刚刚不要再旋转我。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平常就是出正头的时候。他小时候跳正的，真认真的，少将正，跳得起来吗？前句，我要告死他！律师面前，真的法律是夸张的意思吗？那你会想这样讲吗？不会，夸张更夸张啊！再讲，你要装可爱吗？不会，就这样夸张。夸张，夸张，我不知道哎，这有人在用吗？对，是对的意思吗？郭台铭吗？不是。郭屁事什么之类的？是吗？干点，干点，干点，什么是干点？那听起来很像一个英文吗？干点，对。尬点，哦哇，尬点，我有在被采访，应该是尬聊，大家面面尬一下，尴尬的东西，就是你看我们在尬聊一样。尬点 ，OK。尬点，尬点 ，SK two， 生快，哦，哪有人会这样用啊？现在小朋友中午妆应该很差，书写很多遍哎。我生日如果有人敢传这个，我会生气。生日快乐这么简单，还不假，还 OK。我这个就你们就知道了。一人只要造个句，造个句。你现在是哈喽。他比较长。他就讲话讲到一半，你是在哈喽。对，我真的很不喜欢别人讲这个。你真的很不喜欢。这个很白痴，我从来没讲过。那你知道史密斯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史密斯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？电影明星吗？猜猜看，我觉得你快猜对了。那看出来的话，你不知道史密斯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什么意思？你答对了。哦，是哦。哎，你很会。我写什么？可悲的意思。可悲吗？可悲啊。可悲，可不。好的，我就在研究。可以。这个常用，我很讨厌听到这句，很烦。那如果你女朋友用，尽量不要了，是生气的意思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啊，知道，你会这样用吗？不会。你会？我会吗？是吗？生气了，你们有用过吗？没有。怎么样？太搞。师妹，师妹就是他常做的白痴。你很会是不是？没有，吃不起啊，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有点像一个艺人？刘宇好吗？陈汉典。他每次都会。哎，跟大家介绍的时候你有意思。你好意思啊！有意思。超悲伤。辣妹啊，有关系吗？辣妹啊。那你有知过妹吗？大家都有啊，我没有讲过。知妹是辣妹的意思。对。但好像感觉蛮没礼貌的，感觉她会是玩咖吧。那弟妹呢？弟妹是 YouTuber 吗？阿斯巴拉，就可能是讲你是什么有的没有的吧。八六什么？阿斯巴拉。哎，你是巴拉吗？
你刚刚讲很接近啊，那是乱讲的。阿西巴拉是什么东西？西巴拉是我阿公在赌博的时候讲。阿萨布鲁啦。哦。激光火。这是什么？他们都会差不多蹲在铁门前面抱的吧？然后拍闪光灯，闪光灯，隐形眼镜要灰色的。嗯。你怎么隐形眼镜黄色？黑色眼镜。要穿全黑。要穿黑色吗？白痴啊！你的铁卷门呢？在这里，等一下。等一下那个。哦，拍照的时候。就是现在很多夜店都有女生的陷阱啊，妆很浓啊，灯打开啊，很丑啊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子攻击人呢、欸。好，下一个甘蔗男，渣男，渣男都有听过。是是。那等一下说你们有遇过甘蔗男吗？很长啊，很长吗？你说你自己遇到吗？就都有啦。哎、欸，干嘛拖朋友下水？就甜言蜜语一大堆啊，然后就是很幸福啊，然后后面就劈腿啊，然后就。我记得好像渣男的时候把你榨干就跑走了，是不是？